肩曲菌的学名是肩曲菌 Aspergillus aculeatinus， 它属于黑曲菌属，是重要的工业主力。Aculeatinus 属于 Nigri 科，该物种于2008年首次被描述。Aculeatinus 从泰国的咖啡豆中分离出来，它已被证明可以产生辛奥沙林、癸二酸滴和 F 以及肌酸苷。A 肩曲菌 Aspergillus aculeatinus 是曲菌属的真菌，它属于黑曲菌属，是重要的工业主力。Aculeatinus 属于 Nigri 科，该物种于2008年首次被描述。Aculeatinus 从泰国的咖啡豆中分离出来，它已被证明可以产生辛奥沙林、癸二酸滴和 F 以及肌酸苷。A 肩曲菌 Aspergillus aculeatinus 是曲菌属的真菌，它属于黑曲菌属，是重要的工业主力。Aculeatinus 属于 Nigri 科，该物种于2008年首次被描述。Aculeatinus 从泰国的咖啡豆中分离出来，它已被证明可以产生辛奥沙林、癸二酸滴和 F 以及肌酸苷。A 真孢曲霉于2008年首次在泰国被描述，是从咖啡豆中分离出来的，它属于黑曲菌属，是重要的工业主力。Aculeatinus 属于 Nigri 科，该物种于2008年首次被描述。Aculeatinus 从泰国的咖啡豆中分离出来，它已被证明可以产生辛奥沙林、癸二酸滴和 F 以及肌酸苷。A 肩曲菌 Aspergillus aculeatinus 是曲菌属的真菌，它属于黑曲菌属，是重要的工业主力。Aculeatinus 属于 Nigri 科，该物种于2008年首次被描述。Aculeatinus 从泰国的咖啡豆中分离出来，它已被证明可以产生辛奥沙林、癸二酸滴和 F 以及肌酸苷。A